林心如厨艺捞菜，赚钱卡在行。你打鼓，我敲锣，春到庆新年。富婆女佣林心如传金戴银，不是来拜年这么简单。是今天的俏丽小厨娘林心如。身为一个女演员，心如是很专业的，但身为小厨娘，不要以为说我平时只会那个拍戏呀、啊、煮泡面呐、啊。煲汤啊，其实我也是会，就是做一些奇怪的东西。特级的龙虾海鲜粥，我们除了龙虾跟这叫那个蛤蜊吧，冬笋，芹菜，这鱼汤啊，水嘞，哎、欸，他们家是用矿泉水。Oh, OK OK OK。哎，点了个蛋汤怎么就有趣啦、啊？心如上菜超失控的啦！哇，我开嫉妒，他一直在跳哎，怎么办？我、看那边了，我们家里有电池。我们家用瓦斯炉。嗯哼，我下厨的时候通常都是要有酒的，这没有就会少了一点 feel。怎么结掉？我妈要落泪，这辈子没有吃过我煮的东西耶。蛤蜊。没有的话，怕会那个。接到号称笨蛋也会做的料理，真的只要把所有的东西丢进去煮煮。所以它的那个软壳龙虾，它的龙虾是可以，它的壳是可以吃的吗？嗯，蛤蜊很新鲜。这是芹菜还是葱？胡椒，我超爱胡椒。自己家试吃一口。那个有咸的，就咸的很红。哦，好。苹果来先闻。蛋壳真的不能吃。